人人都增重，唔通个个都想增重咩？呢位妃子唔寻常，为咗保命，生存秘诀就系避开皇帝嘅宠幸。我决定避宠。喺皇上身边嘅人，冇一个顽强嘅心脏系生存唔到嘅，仲相亲相爱，你冇玩死我已经算福大命大啦。欢喜冤家又会点样互相吸引，斗出真爱？萌妃驾到。